子呢，从屁股开始拉，一条腿拉两条腿，基本上这个针织它不会一直锁在你的屁股上，它就是一个蛮松弹的。然后肚围的弹性一样 ，S 号、M 号、L 号绝对都 OK。下摆呢，然后跟这一次的针织，你看弹性非常的好，就像一件毛衣一样，媲美的这样子的磅数跟这样子的滚边是特别用专机织的，它呢都没有卡裆的问题，所以你可以自己绑。这边呢有绑绳，然后再来的话，我身高161，然后踩一个有跟的鞋就可以穿得这么好看哦。只要有厚底的那个球鞋，这样子腿会超级长的。然后呢，因为它是宽板螺纹，所以不会让你觉得屁股肉飞出来，然后哪里的肉飞出来，反正就是整个的呈现啊，然后或是腿长的效果，我觉得都100分。身高167 52公斤的 S 号身形，因为它有弹性空间，这样拉伸其实 M 号 L 号也都可以放心。那长度167的话呢，大概是落在我脚踝在下方一点点的位置，长度其实非常足够高，各穿也没有任何卡裆感。这个转折点很漂亮，完美的去修饰大家小腿肉。那侧边的曲线给你们看一下，很显臀，而且呢这边呢是翘屁屁的臀，不是那种四个屁股的屁股，然后你可以看到非常的漂亮。